Lama bar do jesem ba ye jiso chok be jo be nyom bar jo ba ko ta sa jo jesem hi ke ki fa tin do jer ba so pe zer ta ta ro jo ba ke tho de jo ba jo guan xiang guan xiang shang shi jin gang sa do fo fu fo mu xin shi sui tan he he xin zhi hou jiang xia俱生甘露，由炉气当中盛装的这个甘露，让我们放在舌头上品尝之后获得大乐。嗯，这里头大，这全民要破开药的，那到这这些吧，这些呢，他拉开一个碗个呢，拉他们去的，别拿多几十把药片来吞。对呀我的身体上的三天就进步你就进步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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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的好玩中国有的这里上头生活上面的你大人你有没有这个都是这些也有没有呢多难多你的迎接送的就把这里这里电话起步这个电话起步我送这里这里工厂也有的是吧拉拢住的跟他的你也没有讲这个我那他的身国家心里他就是动手就十二万也不动吧用的这里这里好久没不电话钱不我送，这里的啥接电话呢？电话就来，打了我们家门接了，然后呢，他，那我那怎么说？啥接平时我过上钱嘛，这个电话接嘛的，十万没不电话的呢？你这些送的电话钱不我接，省南话到了差不多要的，这碰到啥就钱不得这送，慢点儿吧，当就在居民拉手吧，是他们自己的得到的，他们中国有的，这里都是居民啊，国家有的，满的，在这一个灌顶当中，我们要赐给大众的是用甘露法药作为灌顶物，那么应该要晓得甘露法药它的意涵，不管你所接受的是哪一个本尊的灌顶，以今天的本尊法门金刚萨埵佛父佛母为代表的话，任何的灌顶都是这样子的。灌顶天尊他们融入在甘露法药当中，他们对一切众生都是怀着大慈大悲的心的，而大慈大悲的心的自相就是所谓的大乐。这个乐的本性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空，所以所谓大悲自相的空，大悲自相乐的本性为明空双运的自性，也就是普及一切众生的爱，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爱，它以光的形式融入到甘露法药当中，就好像是将热水灌注在酥油当中，使酥油得到融化一样。我们称这个甘露法药的自信为菩提心的自信。什么叫做菩提心自信呢？这是相对于世俗凡夫的轮回相而言的，凡夫众生是区分了自他的分别，有了人我的对立性，所以造就了轮回的世俗相。而在菩提心的境界当中，则无有人我的分别，没有自己跟他人的对立性。在这样无二性当中，虽然世俗展现上是有自他的差别，但是实际上圣意的境界里面是无有自他的，是悲心跟空心双运的自信，所以我们称这个叫做菩提心的自信，它指的是究竟菩提心自信。我们在密法里面会看到许多佛父佛母的这些象征标志，比方说普贤王如来佛父佛母，或者有很多本尊都是两尊两尊以佛父佛母的形象出现的，实际上这要标志的就是究竟菩提心的功德，也就是明空双运的自信。它的明分的部分代表，那是以佛父来做代表的；空分的部分则是以佛母作为代表的。明空之所以双运，要象征的就是不变的无漏大乐。透过脉气的修持，我们能够体验乐受。但是这样子的乐受，并非我们一般凡俗所讲的有漏的乐受，并不是具象有漏的乐，而是超胜的无漏的大乐。这种乐是真正的。真正的明空双运的真实之乐，所以我们称它叫做究竟圣意的乐。而由于这个甘露的本性是超越二元对立性的，所以我们称它叫做究竟圣意的甘露。那么我们现在是透过甘露法药，也就是六字大明咒的法药药丸作为灌顶物，来象征这个究竟圣意的无二的甘露。因为英文翻译还在进行的缘故，所以我们稍微等它一下。对不起。那是前面忙的时候，就是他一个忙过那个月嘞，开始真的被忙过月嘞，学家就压压侬，压压那个嘛嘞，人家就啥菜过嘞，啥油过嘞，所以讲呢，等于说说个，上午吃汤就干了饭了，这下午个神经汤就嘞，偏个药嘞，这偏药就说说了跑过药嘞，偏点了弄了咖喱的偏个药嘞的呢。当地当地人进来的来上的人抓了都掐的要的，当地进去我上出城来的，他他们上把的年纪的就来进来，这个进来来的把人抓了偏的要的，这进来明明我这明那咱们东家的明那东家的咱们接了明那东的这到刚一忙我这的这个要的，他们就咋就我那个要的，就压你们这啥就过来的，就老身边他们就那个啥。그래서한다서때보내되는야초요래그보야요래发给诸位的这个甘露法药，大家不要认为说它太珍贵了，说所以舍不得用，一定要吃的，这个一定要拿来使用的，不要吝惜，不管是自己拿去吃也好，或者是把它为了饶益其他众生，把它加在清净烟供或者是焦烟烟供当中。做上师下上做上师烟供或下师烟供都可以加在里面的，一定要加以运用，因为这个是能够真实直接饶益有情众生的。如何饶益有情众生呢？就如同前面所说的，众生都是被我执心所束缚，所以现六道的众生相的。而本尊不管是任何的本尊，他的内心的自信自相就是菩提心的自相，所以。这个甘露代表的就是本尊内心的菩提心自信，所以长寿这个甘露者必然能够消灭一分我执，能够体会一分菩提心的功德。而且呢，这个法药是按照着所谓千种之分的药，还有八种根本的药，这样子的药方去如理调制的，而且是有许多不同的教派多次的反复做修制，大家都如理如实的按照仪轨去做修制，是非常重要的法药。所以为了自他的利益的缘故，千万不要吝惜它，不要把它存放着不用，一定要拿来使用的，这些希望大家能够注意。我们是透过这个甘露法药来进行第二个秘密灌顶的，稍微等一下英文的翻译。安静的罗耶嘎巴拉的龙若比上生的干的就老温和的，你今日去接班，叫我
以上以甘露法要赐给诸位，那么甘露放在诸位的舌尖上，使自己 得到了甘露，身体的一切脉都遍满了甘露，并且使我们三毒烦恼的分别念得以歇息，令我们能够升起大乐智慧的功德，在内心相续升起大乐智慧的信解心，如此就得到了秘密灌顶，净化了语言的盖障染污，获得授权能够修自身大乐的 自己身体的大乐的禅修方式，并且接下将来能够了悟如幻水月般的自加持本来现前智慧，佛陀的圆满受用身的果位的缘分，在内心相续已经种下。接下来观想这一面宝镜，它代表的是乐空无别的象征物，它上面是涂有黄丹坛城的，将这个涂有黄丹坛城的宝镜放在自己的手中，然后安置于自己的心坎，就是等于将具有青春荣华的智慧明妃交托于诸位的手中。拉妙三丘丘格拉嘎念丘拉万格维甘杰一曲杰巴丘嘎玛摩扎迦那萨德阿沃西恩迪杰斯杰杰荣玛达尼玛丘格嘎瓦杰荣贝嘎瓦杰杰杰巴以上是智慧般若智慧的灌顶，净化了内心的盖障染污，并且获得授权能够观想他身使者道的一切法现种下，能够现前一切诸法自性为大乐本质之智慧的缘分，以及将来现证佛陀法身的果位之缘分。刚刚仁波切是重复这个灌顶的，就是介绍那。基本上刚刚是借由他身手印而升起四喜，了悟乐空无别的智慧。你呢？马的你莫让切儿子，别让血糖上都吃，血糖吃不上，这里吃不进我就隔壁这里，他们都多忙干的，这里他妈的你也吃不着。你要去帮着我用过，这个比一套多把头就讲，但是你人家的这个身不上洗澡了，是不？这是你要去帮的，这下嘛我这里平均就差，这里你要以往就差着的，这里个呢内陆地呢，
让个内陆解脱了，内陆让西个解完了，还好说了，大一一没吧，要用就看看的吧，要用也没有的，身体接触的还好说了，但工作上不嘛啦，接触的吧，对还好说了，这里你是哪晚在车上的吧，就嘛到位了，要进你同样要的，就嘛到位了，这身平时你要身就嘛到要嘛的，这第二天要多把他的血都不要的，说到那边的。对他们的事这个就是出国的时候出国的时候你有什么的出国的系统的你什么的系统都会接通话的事在密法里面有所谓以烦恼为道用的教授特别是针对贪心嗔心特别强盛的时候当贪心强升起时或者嗔心升起时将它转为道用的方法也就是使梵庸的自相的贪着跟梵庸自相的嗔心能够暂歇而体会到大乐的境界也就是当我们的心的本性这个无有我执的本性能够展露出来使我执所触发的贪心跟嗔心得以暂歇的时候，这个时候才能够了悟到真正的大乐，了悟到人跟我的界限是不存在的。由于我们凡庸的众生缺乏这样子的了知，所以会随着贪心跟嗔心而转，因为随他转的缘故，所以不能够了悟无二性。如果真正了悟无二性的话，就会晓得自我跟他者是无有区别的，就像是佛父跟佛母是无有差别的。就如同普贤王如来祈愿文里面所说的一机二道生二果我们共同的机心的本性都是同样的除了这同样的心以外别无他法的就像在展现上面呢则是如同水月如同幻象一般的这如同水月幻象一般的世俗显现的根基实际上都是唯一的心的本性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这样子的心的本性跟外在相的显现的之间的关系就像是水面的波涛以及水体本身它都是一位一体的并没有真正的分别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够通达什么叫做无二法身也就是真正的智慧境界当中的法身是没有第二法的它是唯一法性的缘故这样如果能够从这个角度去了解没有自他的分别没有对立的分别的话我们称这样子的境界叫做大乐也就是无二的境界我们稍微等一下英文的翻译아제랑남자르네메요와가네나네나네루나와신가절지영고월드바라르라사란드미지만르트게쇼대양랑종나랑종그이시살라마도바텐지도제스므나도제스며메롱디那从八千百大洞都去吃个我这边洞过去些。现在请诸位按照身的要点，也就是身不动摇；语的要点，气息要和缓自然；然后心的要点是任何现起的一切都直观它的本性，在。自身觉性自明无有执着的境界当中宽坦的安住然而而且呢就在自身本来智慧明而无分别的智刚萨埵意境当中以这个象征的方式来进行灌顶这个是所谓的能表的金刚词句词句直指的灌顶我同他们把人背起送进房子没想要同背起去的玩家真没想让家送进阿达把他砸的我和那几十倍他都不让众生就基本一系算那么多吧算那么多不让但将来就这样把工作接在第三灌顶之后所升起的证悟自身具身本来智慧他
它是明而无分别的，这样子的境界要加以保认。我们在保认如此第三观顶所标志的自然智慧当中暂时入定片刻。这种地方大家查作个什么我觉得让个什么造化活动，空间你造化活动，空间就造化让人的活动。这里就在地方卡忙过马街地方里这里生活往南跨到卡刚才的南跨到热的西西西巴的那样用的西巴沙漠的在哈国在了空地上在那什么在了建设用没吧就是地上你南跨到卡的就是这南跨到卡这南跨的你没吧哈国的我说你没了谁你你对他们空地你往南跨就搞这些让个身体这这个买回现人家送进的嘞，现人家送进恐怕扛回来。到下过他就得到下过药嘞，哦，况且他就让个身不让回来，当地个让我，你们把多多少就来，一批个三九身不让我，大把三九把他先看药嘞，这是铁桶药嘛，就是吃了这个药嘞，过段时间药没。这种药嘛，别在那里，药那等于塞那么多，人家种到的，吃人家种到的，他们就让个先说好活都不要的，这再送过来，重庆广州慢慢挂上。你哪里说对么那种啊？这到南华他们就让个先说东单个地方，这里一直就叫药嘛，你那个再送过药的，这种就是好活的哦，这也是让个好活都不要的。刚刚在直指的时候有讲到，在无有任何直取二元对立的境界当中安住，不管是大手印或大圆满所要揭示的本性，都是同样的本性，也就是了知心的本性，即是一切轮回涅槃法的自性，它是本来自身的觉性。这个自身觉性是在过去念已经灭尽未来念尚未升起的那一个间隙当中，有一个朗朗如同虚空一般的了知性，然后那个了知性能够具有明性，这种了知我们它是不落入于前五世的作用的，它就是我们所讲的觉。那么它也就是心的本性，它是超越生跟灭的差别法的，他自信犹如虚空，了解到如此犹如虚空的觉性本来面目以后，就晓得他的本性是跟虚空一样是无二性的。有人会问，那这样子的无二性到底既然是都是心的本性的话，何来众生相，何来气世间相呢？应该要了解这一切气世间相跟众生相无别于自己心的本性，无别于心的本来的基础，就像是这个我手上所拿的这个水晶，它能够映照出五色斑斓的显现，如同彩虹一般的光芒能够透过这个水晶而展现一样，一切轮回跟涅槃的万法，实际上它的本性都不出于心的自然本来面目当中的，只是说我们如何看待这个本来面目。如果你从这个本来面目的，那你从我执的角度看待所谓的心的自相的话，所见的就是六道的相，对你来讲六道的相就是实实在在的。如果你从菩提心，从佛菩萨的本怀去见心的本来面目的话，则心的自相就是佛身佛刹的本来功德，所以根本不需要有任何的怀疑，认为到底佛身跟极乐刹土等的清净世界功德是否真实存在。当你的心，你从菩提心的角度去看待心的本来面目的时候，它是绝对无有任何欺狂的真实存在的，而这样的存在是超越了能取心跟所取境的这种能取所取的二元对立的，就像是佛子行三十七颂里面有一个偈颂里面所讲的，一切显现皆为心的这个道理，应当要从此去认识心的本性，乃至于一切轮回涅槃法气世间跟有情众生，它的本性都是一样的无二性，犹如虚空不生不灭的，按照这样子的方式来认识心的自性。现在我他就吃下药物药嘞，我专门拿个什么兄弟了，也靠不药的。那个身体，你什么也从那肾矿化那块来查，这哪能说嘛？中华药嘞，这都查个药嘞，肾矿就查那个药嘞，弄这嘞。
我们要晓得一切法含藏于心的缘故，是因为心它是如同虚空，没有局限性的。如果你的心是局限的，当然这一切法无法含藏，无法容纳进心当中。而心的本性实际上是与虚空相应的，也就是说它广如虚空，所以它能够含藏一切。应该要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心的本性的。忘记吧，各位，那不恰恰是嘛的，啷个这就出个不嘛了？忘，这就出个不嘛了？忘，确实那么大问题就是，对，今天已经我都是，就我一个怎么干嘛？你都是把人哦。以上就得到第四灌顶，净化了习气障。并且获得能够观修大圆满立断跟顿超法门的授权，能够现前即为清净具身大乐本然智慧，接下将来成就佛陀体性身的缘分。往事不悲喜的话，全部，对，往事不可能见我住起来，同时也是一种，对我做那个药的，懂了等于，那个水果那个一错了等于，你没往下过呢，你又不搞了那批的，苦巴巴的，什么你没往去了等于，他一系列送，给你得了，这边是咱们接的等于，可能被这些人那个的，在第三灌顶，也就是般若智慧灌顶的时候所指出的大乐，称为譬喻智的大乐。在第四灌顶的时候，将这个譬喻智大乐的实际意义加以引介。引介的内容实际上指的就是心的实相为无二性，如果落入二元分别，则成为心事，则成为轮回法。如果了知是无二性的话，则是本来的智慧。对于这样子的圣意加以直指，是为了契合一个良好的缘起，所以稍微做了指点。啊，达喇嘛当今佛家所言的是不怎么讲的，两行这个泥巴，他说泥巴，这下面从这前两个你看他红一个他。巴拉达巴扎那佛门门派法的也记得很多。观想上师与坛城主尊无有差别，从他的心间放出，心间的咒轮放出第二道咒轮，从他的口中流出来，进入到诸位的心间，在自己心间观想有一个哄字，周围有咒幔环绕，上师口中所流露出的哄字。就契入到心间的哄字周围，环绕着哄字，然后跟着念诵咒。人地没办的，这都是开始光靠国药的，马克拉萨这里有这个七八八八的这些呢，把这里就他们这里马个让着打，这里说说马积极这边干的，这里说说给哄给他了，这里没得啥多哄，没得啥多阿的，这里给最后了哄的。他看别的时候啊，今天这做的，他从上刚刚做不了的，这王新义他觉得，这一个加班吃饭的呢，人吃饭的呢，人吃饭的也可不刚刚做不了的，做啊，几日结果干没？哎，不管工资几日结果来着。对于某些人来说，要按照刚刚所讲的方法做观想，有一定的困难。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请观想从虚空中降下无量的。
文字像，就是降下许多的咒语的字的形象，融入到气世间跟有情众生，而且呢，自然的发出咒语的音声，如此，就观想，把注意力放在观想嗡本萨萨多啊这个咒语，不断的纷纷降临，然后头顶上观想一个汉字，这样子做观想就可以了。那至于那些会观想的人，你就可以按照刚刚所说的，在心间观想哄字，然后在哄字的周围观想百字铭。如果您的观想技巧也比较成熟的话，就按照一开始的第一个版本进行观想。无论如何，不管您的程度是属于哪一种，是前一种观想方式或后一种观想方式比较适应，就是在复诵的时候进行如此的观想。Om Bhedra Sattu Sammaya Mani Valaya Bhedra Sattu Dinoba Dekha Dintro Mekava Sattu Khayo Mekava Sattu Jayo Mekava Anagrato Mekava Sava Siddhe Mekar Yisa Sava Karma Sutan Ditam Shri Yam Guru Hum Ha Ha Ho Bhagavi Sarvata Bhagata Vedama Me Mutta Vedaba Asamaya Sato Om Veda Sato Om Veda Sato Om Veda Sato以上就是结合了三大成就阿舍里的传承，以及大翻译师阿贝罗扎那的心意教研传承，心意传承，还有教研传承之河流汇集于一处的金刚萨埵一修法门的坛城的灌顶。在这一修坛城当中圆满获得灌顶之后，我们心里面想着，应当要如理的守护根本三昧耶跟智分三昧耶，并且受持一切坛城的遍诸，金刚萨埵佛尊为自己的殊胜本尊，如此思维而领受三昧耶戒律。你在早晚在你那个大乘房屋送过去的，你那个大乘东部去罗马的，吃也去吧。忙着忙着，等你介绍送了介绍，等你到了头人就是到处忙着找药的，身份证都夸张了。等你等到这阵没希望，他就给早了当车的，原来个当车当去，下国外转的，等你到了公务局呢，一路直接办公的，一路直接入股的，这什么样个条件呢？这什么样个条件呢？到处当去，这家人都有种种呐，就是做这样的他吃马云瓜的压迫起的嘞这里一那个他这样他忙起来的繁忙繁忙起来的他上街的上街的时候呢这里第一道这个炸的变成东部气候呢这里炸的臭的干脆不买的一那小瓜起来的炸的当时的这里娘的马索呢这里有些这什么狗嘛？他大样子的，你娃在东边那个养过药的，变成照片的最外面呐。这里老猪，那就是老猪找个药那样，这里哪些大个药的变了？到那上街里面呐，进去，这个什么单的？这他他他们这些来是吧？他好嘛？这讲的，没这的了，另外的话，他们就上街了，搞这些，是那么几把的。东面他这当今的当今的牛毛来来说的哈过呢，这大大个说，本来这边的官啊，这里开始来龙都大为有的，
카시를 되는 놈만은 어디 능이 나도 초 맞춰 봤다더니 막 보여요. 가를 예스. 다시 수남 집하지. 레스 수남 그 짓은 좋아요. 수남 집하고 무슨 몇 개 통야 요만. 몇 개 통야 몇 개들이 에 막 세기 지지 요 말이. 수남 집하고 그랬더니 수남 집이 니만 하지. 예스 시작다 그랬다. 수남 맨날 수남 집 주면서 왜 지하고 막 수남 사야 될지 가리 있나 되게 벌써 좋아지. 삼지가 가진 일이 되는 자로 담석이니 삼지 더 편집을 받는 요리. 근데 남아 지도 주로 지금 잡으면 생기 담지라 에 삼지 보고 요리. 생기 뜨거들이 코로랑나 대마사고 하고래들이 코로 뜨거랑나도 봐 하고래 샤 저거 뜨거래. 지 잡으면 담석 뜨다 우리 삼지 에 대시버 거니 뜨다다 뜨 송나서 통고 요리. 들이 이제 밤마 주고 샤파지나 들이랑게 내가 토리 타토가 내가 참았대를 타고 요리 대하고나 대하고 어쨌든 이제 지나오지. 刚刚提到必须要认识到根本誓言跟知分誓言，心里面作意要如理受持而附送三昧耶词句，所以。 我们就要认识什么叫做知分誓言，什么叫做根本誓言，它的关系就好像是一棵树的树干跟它的枝芽一样，树干是非常粗大而稳固的，而枝芽是非常细密而众多的。如果我们要从知分去谈的话，那么三昧耶誓言是又多又维系的，但是这个能否持守又多又维系的三昧耶誓言，有赖于自己见地的。 高低，也就是说，见地越高尚者，他所要受持的三昧耶誓言的数量也就越随之的越多。对于那些没有具有高尚证悟者的话，没有办法了悟如此见地者，那么就应该要以守护根本誓言最为最主要的修持。所谓的根本誓言，就如同刚刚一开始在。 观顶之前所受的律仪所讲的一般，我们要心里面作意，将来不再去伤害任何的有情众生，尽自己所能的去饶益有情众生。如果你的心能够不涣散掉，不分心掉，专注在不伤害众生、饶益有情众生这方面的话，那么就已经把握住根本的誓言了。否则，对我们来说，要谈那个。 知分誓言谈到了悟高尚的见解，就是讲的太高，而且太维系了，所以应该要把握的是知分的誓言。那如果在誓言方面有所亏损的话，就应该如同前面所讲的，应该要尽力的去做忏悔，忏悔是极其必要的。不管是根本誓言或者知分誓言，这个根本誓言当然指的就是对众生怀有慈爱心，能够饶益众生而不伤害众生。 那如果我们违犯了这样子的誓言的话，就应该要予以忏悔的。如果说我们破了知分，根本誓言却不加以弥补、不加以忏悔的话，那当然恶趣的果报、地狱的果报这些是肯定会来的。就像是，一切事情在还没有无力回天之前，它都是有挽救的余地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有挽救余地，就好像自寻死路，就是走上自尽意图一样。我们不懂得去忏悔的道理的话。 就像是就会再犯下了罪业的情况之下，而没有做任何的处理措施，所以呢，应该要了解，要不断的常识的依照着百字明的修法去做忏悔，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对众生要时时怀慈悲心，要了解一切快乐的根源，不管是今生来世的快乐的根源，都来自于利他心，而一切的痛苦的根源都来自于我执心。我们要晓得，在台湾这片土地，很多人。 看待这一块这个社会的角度是不同的，有些人认为这个这里的人呢过得非常的优渥犹如天人一般，享受享尽荣华富贵，可是有些人看到的是非常苦难的，觉得好像苦不堪言的这样的情况。可是这两者差别是什么呢？是在于福德。有些人之所以会过得有如天人一般的荣华富贵，有些人是苦不堪言，这主要。 差别就在于福德是有无，当然福德是不可见的，虽然福德不可见，但是我们仍然要晓得它是取，它是裁决，或者是它是决定我们到底是获得快乐，或者是艰辛的。
决定力量，就像萨迦班智达所说的，一个有福之人犹如阳光，一切事业都能够任运成就的。我们应该要了解这样子的道理。而这些福德是从何而来的呢？当然就是来自于乐因，也就是对众生的慈爱心。我们这个慈爱要包含于一切处，不管是师徒之间的关系，彼此要慈爱，乃至于金刚法友之间也要彼此慈爱，这个是相互的，不要有冲突，要尽量的能够以慈心跟悲心相待，彼此慈爱，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你对任何一个单一的友情发怒了，你也要觉察到，以真知真念去觉察到自己已经生气了，自己已经对了一个众生对了一个友情发怒了，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做忏悔，如此呢才不会进一步的犯下破誓言的问题。所以慈爱心是最根本的誓言，我们应该要了解，而且也晓得说这是做得到的。如果说有违犯的时候，就要以百字明做忏悔。在这样子的忏悔的前提之下，我们守护着自己的根本三昧耶誓言，将来能够获得暂时人天的果报，乃至于究竟成就佛果的安乐。如此清楚的了解誓言之后，跟着附送此句。特别说吧，到王杰我住他家的人刚需需要人，同位说吧，你总的他嘛，但是他们老人，然后人家做你我什么的，这等于拉走了就等于杀了了大家，你说啊，大家听过的的，大家的，不是盲目的这个的，干啥干的，那个贫农老百姓变的，神经旺盛的话，南沙里的就把他说吧，骆驼过来上去割菜那里。对蓝国的朋友不要对你我也做了这些居民不要要的对你他们现在呢别了帮我搞点买我买走对你不要要的对你这个医院对你那个马德国特别的工作对你那个小把球对你这个王八车来的待会会给大家一些结缘物，今天要给大家的听闻解脱就是灌顶的直指的法义的内容，再来有所谓的见解脱，包括我手上所拿的这个咒牌，这是见解脱。然后从90年代开始，我就开始制作相关的这些东西，包括我手上戴的这个手环，它是触及解脱。不管我到藏地或者是世界各地，我总是与大众结缘。它是符合佛陀真实的话语的，是有可信的依据，肯定能够平息四大种等的外在伤害的，这是绝对确实可信的事情。然后至于长期解脱的话，就像刚刚所讲的，会给大众结缘这个六字大明咒的甘露法药，这个是长期解脱，所以以这些各种的令解脱的圣物来与大众结缘，以上就已经圆满的。为诸位献上灌顶，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不圆满处，向诸位做忏悔，灌顶到这边就已经圆满了。讲求，讲求，圣求，圣求，仁波切，仁波切，玛吉，玛吉，巴南，巴南，吉觉杰，吉觉杰。鸡巴鸡巴娘巴娘巴美巴羊美巴羊公烈公烈公子公子配外说人们先应该是要我们一起念这个菩提心妙宝为身愿升起，以身愿不退，辗转得增上。现在请图顿那波仁波切带领五峰山南方宝生菩萨及喇嘛三圣凡佛学会代表向尊贵的噶谦仁波切献上酬谢万达。感谢仁波切给予我们这么殊胜珍贵的灌顶。万祖禅定，仁波切都太超过了。哦，能说。万祖禅定。
说等一下这个新闻慢打以后，大家就可以依次上准备上来，然后跟那个司仪讲一下，就上来上去了。他们可以上来，应该是上来。上德达摩那达达摩那迦那仁波切耶罗阿三揭舍那迦耶巴那摩巴耶罗达婆罗仁波切那罗仁波切那摩仁波切仁波仁波切阿朗波仁波切达迦仁波切。接下来诸位就可以在这个念诵百字铭的过程当中依序上来领受灌顶了。那么刚刚由于这一次是诸葛同学仁波仁波切他们大力促成的法会，所以最后呢也将这个钵礼作为对土天仁波仁波切的曼达供养。还有是刚刚仁波切还有报告到土天仁波仁波切都是在所作所为都是与法
相符合的都是随顺佛法的事业，所以特别向他献上曼达。请大众在金刚三昧的
Thank you.
Om Benzara Sato, Om Benzara Sato,
Om Benzara Sato, Om Benzara Sato.
Om Benzara Sa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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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Benzara Sant
Om Benzara Sattva, Om Benzara Sattva.
Om Bendra Sa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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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Bendra Sant
Om Benzara Sa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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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Benzara Sant
并且呢，好好的发愿。而如果您要离去的话，现在观顶已经圆满，
整个法会已经圆满了，你就可以离席了。然后在离开之前，如果您会念诵天法的极乐世界祈愿文的略轨的话，就可以跟着维摩一起念诵，最后一起做回向发愿，在整个圆满回向之后就可以各自回去了，谢谢。刚刚也给大家发了这个红色的贴纸，它是咒牌，它的内容跟发的咒就是手环上面的见解脱是一样的道理。那我在藏地还是各个地方都印制了上万份的成千上万的同样的咒牌和这个结缘品给诸位，那给这个法友们，也听过很多，因此避免了像雷击等的灾难，诸多种能够防护自己免于灾难的事情，我都有所耳闻。那我也非常相信这个法门，因为这个法门是佛世尊亲口说的，所以呢，也不需要这个见解脱，不需要另外做加持，因为佛语已经直接加持过了，就直接可以佩戴。凡是见到这个见解脱的有形无形的众生，都可以蒙受加持的。有些人特别害怕无形的众生会带来干扰，其实这些众生之所以会伤害我们，主要是因为他们内心有嗔心。当他们看到这些见解脱咒文的时候，见解脱的咒语的时候呢，自然能够平息他们内心的嗔恨，就能够不加害于众生。所以这个功效是非常卓著、非常有意义的，希望大家能够重视。最后呢，在世界上各地有很多透过网络来求这个冠名的法友，主要是看您是否具有信心，如果拥有信心的话，肯定能够得到冠顶的。所以最后向诸位在世界各地的所有法友，包括在场的所有法友，
们切祝所有的僧伽大众吉祥如意、健康长寿。